Good morning, everyone. 今天是在 Montreal 的第二天了，雨已经停了，可以在这个 village 里面走一下。现在还比较早，所以街上基本上没什么人。Those are artists. They're all at the end. Okay. Okay. Sortir de la boîte. It's you can throw.Paint balls. Yeah, it's cute. 刚刚那位女士是给我们解释了一下，因为她那些节目里都是用法语的，所以她用英文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今天都会有一些什么 program。今天的 program 会一直到晚上六点。Montreal 这里很多人都不会说英文的，所以能够，就是有一个人给你解释很重要。这地方应该晚上可以看露天电影。这就是刚才那位女士说的项目之一，有人给你画像。这一边人开始多一点了，因为有一些 booth 里都挺有创造力的。这样的早晨特别的 relax， 而且这边都是步行街，所以走起来特别的舒服。Great。这边以前都是影展，现在变成了打秋千的地方了，还挺漂亮的。就今年的主打都是动物的 prints， 现在还在有人画呢。这是另外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园，这有两个老教堂还是互相对应的，这边也有一个，这个教堂也挺高大的，这晚上应该有 concert。 这里有一个爵士乐的 festival， 非常幸运赶上了这个爵士乐节。现在是100个人弹吉他，这100个人分四个部分，从不同的角度弹电吉他。从高处看和低处听完全有不同的感受，下面会有那种像电波一样传的感觉。Thank you.
非常精彩，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音乐节的节目，谢谢您的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